滨江家族在私底下聚会的时候，那天王嘉尔跟我袒露了心扉，走向你是谁这件事情。你说，那我问一下，这是什么？脸太天真了，苹果一样的甜，全心全意，你应有的。一不同了，世界相当的香港文化，你应有的。在书本加上册滑落的照片，让我全心全意。早就欢迎杨子。杨子今天没有空，所以没办法，所以今天就是流浪。跟他有见过吗？魏国之夜见过，对不对？哭和笑都等到在出梦，我心底藏了好久。怎么样，拿着也可以，整期拿着都可以。这应该怎么说？女神、偶像，他喜欢的人特别多。没有，艾弗森、罗志祥、蔡卓妍、张柏芝、黄宗泽，他每一个人见都说我好喜欢你。不是那个喜，初心对不对？当然，你说我喜欢艾弗森，嗯，不是跟你一个 level。你在左边，哦，散了。不是一个 level，哦，真的在抖哎，你怎么了啊？陪伴我每一年的暑假。你看过家有儿吗？当然，真的很喜欢。应该会很专业的，可以很顺利的把它录完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手是什么意思？不能往那边。不能。哎，录节目，录节目。杨子，你坐到我这个位置。啊！是否过了太久，忘了忘了开始怎开始的，杀了我吧。河边唱着歌，永远爱你是我说过没有，开始没有再见了。谁能拥有像你像我来飞上我的心啊，唱着歌，永远爱你是我说过，没有没有再没谁能拥有像你像我，哭和笑都懂得再触摸，我心底藏了好久那最柔软的角落。